欢迎大家收睇，今日咧就系决赛之前嘅最后一场比赛，当然啊紧要啦。而家个观众席系未满嘅，不过收到消息话咧，球场出边啊排晒长龙，应该系冇问题啦。咁至于赛事本身咧，第一回合个结果对两队嚟讲真系差天共地啊，搞到今场好似例行公事咁，到底系咪真嘅咧？呢一个球场系呢区最大规模嘅球场之一，开波啦！西维尔对住皇家马德里，皇家马德里赢咗喺主场举行嘅第一回合赛事。望下个比数先啦，想出局仲难过出线啊！有个角球机会，射啦，整多下添，两个字形容完美啊！入咗啊呢个波。云达华智飞埋去攻入呢一球，你睇佢成个猎人咁款嘅，攞波又快，起脚又快。皇家马德里入波先，打开纪录啊！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，朗拿跳高一跃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子弹反击啦！史尼达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泰奥尼回传直接长传向右翼传出，脚法真系好啊！高颠马高亚新斯奥，喂有机会啊！搞掂，真系顺道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我就真系同情个龙门啊！佢俾后卫挡住咗个视线，见到个波都太迟啦。试下握埋去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一脚地波送入去。四强赛而家踢完一半啦，都上半场有冇咩特别睇法咁啊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皇家马德里领先2-0，睇嚟几顺利啊！比赛进入下半场，皇家马德里喺半场换人，因为咩呢？大脚解围，系突破入得翻一个，起到脚啦！又入一球啊！领先三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呢个波打得靓啊！除咗够冷静之外咧，仲要之后最后嗰个射门咧处理得好。教练呢一个换人决定做得啱啊！后备上阵有咁嘅着数啊！其他人开始攰啦，佢啊体力上有优势啦，换得啱啊！呢、这个直线靓啊！龙门没收咗呢个波啦，马高阿新斯奥踢埋上去，冇越位，射啦！呢个失误真系严重啊！啊，走位啊！佢好似夹下夹下咁噃，睇嚟都好痛啊！唔系嘅话，佢都唔会咁嘅样啦。最起码暂时睇落啊，似冇事。系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！而且两边一齐换噃，个波传向左翼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个波就过咗边线。皇家马德里决定做最后一次换人，揾下办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。费高大脚解围，泰奥尼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个波而家喺时起脚，冇问题。
西维尔终于入翻球啦，不过睇怕都系安慰场居多啦。过咗啦，而家单刀喂射佢啦，入得好靓啊！朗拿度非常之冷静啊，因为好多球员咧带个波去到龙门口咧都有机会塔 Q 嘅啊，但系佢冇犯呢个错。今场第二得唔得先？球员同球迷都劲开心啊！呢场波佢哋玩晒啦。嗱，呢啲踢法就简单直接，亦都好有效啦。而家边队有优势？睇怕都毫无疑问啦，系嘛？史尼达，史尼达整脚直线，龙门嘅朗拿度而家攞到波啦！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掂唔掂咧？入咗冇啊！呢场已经唔叫得做比赛啦，简直系大屠杀。冇计啦，职业足球啊，梗系冇同。时间够，皇家马德里喺四强嘅大胜对手，喂 ，Kimmy。